小飞机，谢谢大家礼物，谢谢一毛的。然后我们来选一下第二首要跳的曲目。
叫什么？我看我也看不懂。你们就是哪个演员好就看哪个就行。那穿多了，那穿少了，你还让脱？那穿多了，你还让脱？那你到底要干嘛？那咋这样呢？咋就非得看点啥就好呗？好，倒计时三、二、一，能不能不那么浪？一个个的正经点不行吗？我们把这里的爱心点一点，这里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。那咋都这么浪呢？宝宝是会生气的，我跟你说。就是不要把歪歪当成夜总会好吗？你去尊重一下主播。过分。那把东西都露在外面，那还值钱吗？
然后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喜欢每集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直播室通知。你们懂啥呀？现在都喜欢小的，谁喜欢大的？这里的爱心点一点，这里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。你说你们一天天的，说是除了上托，剩下啥都不知道，就是简直了的那种感觉。就见着你们第一个字，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托。你说你们说的话让人笑话不？真的是。那我说话就这样，他跟我长得就是完全就是两个类型。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那这种东西，那你不让我说话就别逼逼呗。行了，然后我们要回家直播了，兄弟们。我们要回家直播，手机用户视频左上角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。点关注不迷路哦。